东西太烂还是怎么样？是那个席子，它为什么它融不掉？它到底在干嘛？席融不掉。席就是席啊，我用不掉它原本上面的席啊，然后它上面原本的席就很就都不会融啊，这个可以融啊，它两个不会合在一起啊。两个就分离啊！你没有问老板他儿子，他们是，他应该知道吧？他用他那边的东西就碰一下，就全部都用好了。啊，那你就去买跟他一样的东西啊。是，嗯。就先不要用啊，先了解一下再来用啊。不然就浪费时间在那上面。哎，你有夹，没有夹子？他们机那个是不是会那个夹子可以固定？不然我这样只有两只手，怎么把这个固定在这边？还是你要帮我拿？没有，是你手拿着这样。哦，你也可以的，你用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夹子。为什么把这个接上来？这是电。这原来有吗？有啊，电容就正极、负极更好。那为什么你把它拆下来？啊，我要换机器啊，它就要拆下来。很可惜。先焊一个上去啊！对啊，我只有两只手。有吗？有。那你不要短路到。嗯，它超近的，感觉就是要短路。他为什么导演在短路？嗯，上电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上电你就爆掉了，那电容会爆掉，如果短路就爆掉了。电脑的低频，嗯，电脑低频，低频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黑皮。出门。